曲《1990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因为看到大家在帮我计算啊，今天有没有破10万粉丝，我刚刚瞄了一眼是显示10万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三寸暖阳，但是呢这个是约等于哈45路，对，但是看见这个10万几个字还是很开心的，这是我们小小的进步啊，要感谢所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朋友们，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而已，花样滑冰夺金的来看小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咋看到9.9？刷新一下，其实还没有到10万，它是过了那个45入的哈，还没有真正的到10万，但是还是感谢家人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事情，送出的祝福啊！新朋友们不要忘记点点关注，左上角的关注大家点一点，喜欢听主播弹琴的送一个灯牌支持一下，稍后可以参与我们的点歌曲环节，难怪偷笑的这么嗨，对，但也到10万啦，谢谢大家，有一种双喜临门的感觉哈。虽然比较开心啊，但是我下面弹的这一首曲子可能不是什么很欢快的曲子，一首《两两相望》送给大家。美是长沙，我在长沙，主播在长沙，这就是江西人。我们新来的朋友积极的关注一下，谢谢七哥。
首《两两相望》带给大家。大家知道《两两相望》是什么里面的主题曲吧？很好听的一首歌。这个是哪个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的？有没有朋友们知道的？对，这种片子都拍了好多个版本啊。我印象中的是那个最火的那个吧，高圆圆演的周芷若，苏有朋演的张无忌那个版本。但是这首是不是哦，台湾的那个版本？我不都说了《倚天屠龙记》？对呀，还有好多版本。94年的马景涛版的《咆哮哥》的版本是不是？谢谢王超哥点赞，感谢我们所有点赞的朋友们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希望大家能继续的点一点啊，我们点上150,000赞。麦克风，拾音器，声音挺自然。我这个就是指向性的麦克风，应该也是属于拾音器的类型啊。但是大家一贯都说我说话的声音不大，现在应该好多了，是不是？蔡幸娟唱的，辛晓琪唱的这个版本，蔡幸娟唱的，我记得是《问情》，《问情》也很好听。我们回家的家人们，大家记得把免费的人气票送出来，在现在这个有40年功底。看起来像千年老妖怪不？我们直播间的回家的家人们，大家记得把免费的人气票送出来，我们在3点钟以后啊，可以试着来往榜前走一走啊。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程度，但是我们习惯一下啊，这个送出人气票，往人气榜前走一走。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熟悉一下这个步骤啊！谢谢云贤哥的人气票，欢迎手画天山腾立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新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，谢谢点赞11位主播点赞的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。我们回家的家人们，人气票走起，免费的人气票大家不要把它浪费了好吗？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我们家人们有什么想听的曲子，这个时候可以来试着点一点歌曲啊。而收藏箱的歌曲我们可以优先的来给大家演奏，新朋友们也可以入一个团啊，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参与我们的这个点歌曲的环节。抖音提醒你休息一下，出去走走。带着这个手机出去走一圈回来就可以了。想听梦里是谁，神话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，其实也是老朋友了哈。梦里是谁，是谁的歌呢？我希望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支持一下，亮起一个灯牌就可以来点点曲了。是谁？好，那我们这个老朋友点曲，我们也尽量的满足一下啊。梦里是谁？这是一首粤语歌是吗？谢谢神话哥的纸鹤，是一首粤语歌对吗？梦里是谁？王新平，好，试一下啊，这首我们没有弹过啊，好像也没有听过，我们试试看。谢谢我们广哥红盖头，下午好，广哥。欢迎不负岁月，稍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去来。稍等一下，换一个伴奏。
是谁啊？这首歌送给神话哥，送给大家。大家听过这首歌吗？谢谢小九哥的指贺，我好像第一次听啊，完全没有一点概念。那听起来是一首比较浪漫的感觉哈。不着急啊，我们点曲的家人们，我们一首一首来。好，稍等一下啊，好听。萨克斯好听，萨克斯的感觉就是听起来又有点慵懒又有点浪漫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听起来还有点深情缠绵的感觉，很浪漫的一个吹管乐器。虾米哥，梦里是谁啊？这首歌名是江约的曲子，江约是我跟江师有个约会的意思吗？梦里是谁？对，很浪漫。哦，歌词都很浪漫，半夜醒觉梦碎，迷幻中飞坠浮沉。
来，我们继续谈钱，这都知道，我是天山童丽嘛，能不知道吗？这个片子我听过好多人说过很多次，但是我没有看过。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。冯毅刚点了一首《红颜旧》，对吗？冯毅没有看，也是哈。好，那我们来一首《红颜旧》送给大家，希望新来的朋友们能点一点关注啊！天生同丽是谁起这名字？还能有谁？哼，黑管呗。新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点赞啊！家人们，现在是五位为主播点赞，辛苦大家。希望其他的朋友们也能一起动起手指来点点赞，好不好？叫我送给大家，送给冯毅，谢谢我们吴威哥的好多人气票，感谢所有送出人气票支持的家人们，谢谢我们虫虫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欢迎图源。那个回家的家人们，大家记得把免费的人气票也可以送出来哈，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争取往这个人气榜前走一走，现在上了大榜90名啊，谢谢我们虫虫比心，希望大家能把免费的人气票都记得送出来啊，还可以把人气票的链接分享到群里去，我们尽力尽力试一试好不好，尽力试一试，希望家人们啊，我们的老粉铁粉家人们都能参与进来，都能一起动动手指好不好，我每次都尽力看看能走到第几位好吗，也习惯一下月神，我看到了，对，只是那个我们一首一首来，不要着急哈家人们，过往云烟，月神是谁的歌？
红领五金感谢支持前世哥，谢谢大家。新朋友们不要忘记点点关注啦，大家可以亮起一个灯牌，拿起灯牌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曲的环节。这谁的歌啊？月神纯音乐吗？是纯音乐吗？纯音乐啊，快，很快的纯音乐啊。我们听一下啊，这个纯音乐类型的谱子。不像普通的歌曲啊，说来就能直接来。哪里的纯音乐呢？我找不到音源啊。是这个吗？是这首吗？我们试一下好不好？试一下啊，因为这个谱子又是一个不方便看的谱子。盛世繁华若指尖杀死传说的话，庙堂高墙的花坠落的刹那，雨中红伞弹白花，华服镜面高楼下，一年间。等一下，谢谢我们简易度哥哥，如果是个歌曲的话，我就会用放歌曲的软件来放它了，稍等我一下。一场盛世繁华若指尖杀死传说的话，庙堂高墙的花坠落的刹那，雨中红伞弹白花，华服镜面高楼下，一念间桃源一城飞沙，上元灯火满天，千山万水烟烟，一片仙掌剪指画天下，我念从此他这一眼又记得千百年，沧海边桑田间的情再相见，红莲之言莫问是鬼还是仙，放心这一切如何能就完结，
句话附近念着人间已换了多少家，红叶吹落青纱，看落伞下，雨中风散看百花，把附近都留下，一年间桃源已成归沙，越夕阳下越明月，越生命更三千，布衣草里白绫霜家天下，回眼回首梦里阑珊，终身情结默然，往事前却不如他一眼。月神送给过眼云烟，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送出的礼物，谢谢我们轮回哥，好久不见轮回哥，谢谢虫虫，看一下，感谢简一度哥哥，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家人们，我有没有漏掉的啊？漏掉感谢的大家不要介意啊，不是纯素小九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 KBS 什么玩意儿，欢迎入团的新朋友，好听好听好听就好，谢谢小九哥的人气票，就看你王乔哥过眼云烟，感谢大家，我以为是纯音乐，原来也是一首歌曲啊，很好听的歌曲，这是什么影视作品当中的曲子吗？歌曲吗？谢谢人气票支持，哎，这个谱子居然存不了，欢迎木子哥，广播剧里的音乐，这样的啊，写灯牌，好听还是很好听的啊。谢谢来哥人气票，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们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记得一起点点赞哈。现在我们在人气榜上的第82名，还有没有送人气票的家人们，大家记得把我们那个口袋当中免费的人气票可以送出来，免费的人气票不知道大家的界面是在哪里点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在礼物栏里面点吗，免费的人气票，还是点上面的小爱心那里啊，恭喜升级白路飞，在头像的旁边，来我们一起点点赞啊家人们，头像的旁边黄色的小爱心打开，里面有什么，观看20分钟直播加亲密度啊，助力打榜，对，点开头像然后有助力打榜，助力打榜点开送礼，助力就是送人气票，还有这个下面的立即邀请啊，就可以分享链接到群里面去了，我自己都搞不清。
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把赞点一点，谢谢来哥的灯牌。对，还有家人们点了曲的，我们一一给大家慢慢的弹啊。刚刚点了路易斯点了一个什么牧羊曲，是不是还在不在直播间？路易斯，你没定没加过团，谢谢木子哥的欢乐拼图，感谢红领五金，我肯定没加过，我加过，但是我没有，没有好好的去玩过，然后也没有做过别人的什么粉丝，没有研究过这个啊，也是，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进步着哈，我自己真的都是晕的，现在人气第59名哎，我们再继续努把力好不好？不在直播间，还差4个人分享，对，大家要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去啊。孟哥在直播间吗？我以为溜了，果然在挂机。孟哥这会儿在睡午觉呢。下午挂机睡午觉，晚上挂机正常睡觉。谢谢木子哥的拼图，感谢支持。我刚刚教大家的步骤，不知道大家学会没有啊？如果没学会，我们一会儿继续再教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关注啊！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。喜欢听主播弹琴的，不要忘记送一个灯牌啊！大家可以亮起灯牌来参与一下点曲。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，家人们，亮起你们的灯牌，点一点曲吧。早上挂机睡不醒，虫虫早上还挂机睡不醒啊？小九哥，简一度哥哥，乌龟哥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自己安排啊。谢谢若隐若现哥哥，啥都行。好嘞，我们谈一个扎心的不？烟花易冷。我怎么那么爱扎你们的心呢？啥？王朝哥点曲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把心扎完了，然后看一看啊，天涯孤客是不是？行。等一下提醒我是谁唱的啊？
纷纷雨纷纷，追不离草木深。我听闻你冷手深孤城。这首《烟花易冷》带给大家，我们把这把心扎完了。这首每次弹都觉得天涯有一点扎心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家人们回来，谢谢我们来哥、好多纸鹤，还有礼物支持，谢谢小九哥的人气票。下午好 M 哥，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，新朋友们关注一下。谢谢小星星，谢谢木子哥，感谢我们小叶子，谢谢王朝哥，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们。好听，好，我们接着弹曲儿。欢迎二胡哥，主播哪里人？主播在长沙的江西人。王朝哥刚点了一首什么《天涯孤客》是吧？郑少秋《天涯孤客》，搜一下谱子。天涯孤客郑少秋。郑总的，好的。谢谢我们小叶子。怎么被女孩子夸感觉更不好意思来着，鸡皮疙瘩出来。谢谢小九哥，欢迎深信不疑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，欢迎姚哥回来。天涯孤客，我们试一下。
日本歌曲的气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还是很好听的，不客气，谢谢我们王朝哥，感谢支持啊，谢谢小叶子，谢谢无畏哥人气票，谢谢大家的灯牌，谢谢我们木子哥的纸鹤，感谢传说，好听大家喜欢就好啊。原曲，对，一听就是原曲，就是日本作曲家的曲子，好像是月亮光光，月亮光光，对啊，最后几个字就是月亮光光，有一种月亮光光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出来的感觉。谢谢大家的小星星。感谢我们家人们的人气票。欢迎制作星哥哥，谢谢制作星哥哥的纸鹤。等一下，小九哥点了一首《别知己》，对吗？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新朋友们记得点一点关注哦，点点关注不迷路。谢谢虫虫。别知己，我们来一首别知己送给小九哥。别知己。不客气，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喜欢听主播弹琴，不要忘记可以送一个灯牌啊！点上方的小爱心，里面有送出粉丝灯牌，然后就可以入团了，一抖币就可以入团了。我们加入了团以后，可以来参与点曲哈。
一首《别知己》送给喜欢清楚小九哥，送给大家，满满的离别的伤感啊！然后就可以入团了，一抖币。但是呢，加入了不能跟我们的知己朋友们告别啊！虽然这曲是《别知己》，好听，大家喜欢就好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们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，欢迎金龙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还有666，恭喜智力企鹅升级，欢迎鹏程万里，欢迎所有新来的朋友，谢谢关注。野三坡什么呀，锦衣肚子的别这样知己啊、哦谢谢我们姚哥的守护，边上还有主播直播的啥？哦，你说刚刚的声音啊，是我刚刚弹的那一遍啊 ，K 歌软件它里面回放的回录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声音，大家听不出来吗？前面我说的话，欢迎孟哥回来。感谢关注。刚刚我弹的那个歌翻译过来，野啊野三波，是这个是这个吗？上课不专心，声音分不清，听出来的都没问。谢谢小九哥。有卡吗？什么卡？梦哥午觉睡醒了。欢迎热团，欢迎鹏程万里，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阳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呀，小雅，好久不见，谢谢阳光的直播。我们一般就玩这个最普通的才艺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是正好这会儿谈了好久，想休息，看到小雅在，我们俩非常久没有联系，嗯。好，我们就玩才艺的啊，过程必买啊。好的，嗯，你们记得小雅吗？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，好久没有连到了。这个有时候下午才能碰上一回啊。你不记得？对，我估计是哈。可见有多久没有跟小雅玩过了，没有见过，对。我们总共可能也就连过两三次，连的机会不多。转头就忘，你老姐，你不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。我们众筹一下，休息一局。谢谢吉利点心小叶子8432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众筹一波，稍微等一会儿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加成挑战呢。欢迎自律，一般有选择的余悸性。九个人哇，今天对我好温柔啊，平台没有干那种要几十个上百个人的事儿啊。九个人我们应该没问题吧，家人们达标了，谢谢大家，可以一直带加成。
谢谢春秋哥，谢谢星云哥，烟消云散，2432 Gabby 哥，感谢大家众筹。戴嘉诚还有30秒钟，谢谢我们金立奇哥哥的比心。接下来个宝莲灯，至少有4个月没连对吗？真的吗？我也记不清了，可能就互相错过了，还没有碰上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鹏程万里，谢谢星云哥比心，小九哥、云峰哥，感谢大家。加成中啊，家人们，现在是加成的时间到啦！谢谢我们王朝哥1.5倍的加成时间啊，我们大家有条件的可以一起来众筹一下啊，飘一飘。谢谢姚哥的宝莲灯，感谢过客清晨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谢谢我们来哥的熊猫滚滚，哎，这个可爱的熊猫我感觉有一阵子没见到了，有一段时间总是看到这个。谢谢我们来哥可爱熊猫，谢谢千哥、小九哥，谢谢我们 Gabby 哥，感谢过客。加成时间还有10几秒钟啊，家人们，最后的10几秒钟，国宝大熊猫。李嘉诚1152 PK 值，谢谢大家众筹。对面还是很厉害呀，谢谢我们来哥的纸短情长，感谢我们来哥纸短情长，好接近，对，有点危险的，我们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守一守啊，大家一起众筹守一守好不好，哪怕是小星星花花草草啊。谢谢，还有20秒钟的样子，最后10秒钟我们一起众筹守一守它，因为差的不远啊，差不多最后10秒了哦，找塔家人们。谢谢夕阳哥的宝莲灯，谢谢我们来哇哇哇哇，谢谢我们来哥，感谢我们简易度哥哥。哇，对面还是有点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来哥，谢谢简易度哥哥，感谢姚哥，谢谢我们夕阳哥，谢谢王朝哥，感谢星云哥，谢谢金立奇哥哥，谢谢我们小九哥，感谢鹏程万里哥哥，谢谢 Gabby 哥，谢谢所有。两个熊猫落地了没有吧？没有掉吧？谢谢所有送出礼物支持的家人们，掉了吗？不知道哎。这样吧，谢谢我们5114，谢谢我们前榜十的所有家人，以及我们小心小花众筹的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小丽。Hello， 小雅。你们想听啥呀？哎，都行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琵琶曲？对，问一问你们的家人有没有想要点一点的。有的话我掉了一个啊，往下弄。有的话我们看一看可不可以给大家演奏，如果没有特别想听的，我们就自己来推荐演奏好了。可以弹向往行吗？向往行，怎么最近大家都这么爱这一首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是啊，我们家哥哥点的。好，因为最近我发现就是每次PK 输的时候，哎，对方都喜欢点这个曲。我以为这曲是不是最近好火来着？这个向往行琵琶弹的好听，我觉得比笛子吹的有那个气势吧，对不对？毕竟琵琶可以弹扫弦嘛，就可能听起来有一点那个感觉。是的。最近主要是只能单音儿，大家都怼着点这首，所以我觉得好巧。好，那我们来一首向往行啊，送给两边的朋友们。好嘞，欢迎天下哥。
好听啊！向往子孙送给大家。这个曲子有时候真的弹到中间啊，确实有点刹不住车。不好意思啊，但我好听好听，这个琵琶弹绝对有气势。对，幸好这曲不长。谢谢，喜欢小丽大家的欣赏，关注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喜欢小丽的可以点关注、啊，谢谢，谢谢这位。这位哥哥幺三幺五二幺幺吧，五二幺幺，对，是不是五二幺幺？谢谢对面的哥哥送出的阿拉丁神灯，感谢支持。谢谢小雅和小雅的家人，好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、啊，我们新来的家人们说没有见过你，啊、说明我们很久没联络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有一些老朋友啊，要偶尔见一见，玩一玩。好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玩。下次我们连，下次我们连。好，好，拜拜，小雅。走啦，小丽一路长虹、嗯，拜拜。一路长虹，拜拜啊。拜拜，主播有扫帚扫扫就行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我一般像这种曲子，我都觉得这个尽量的能弹完整是最好的。向王行比十面好听，对，向王行的气势感觉不一样，新编十面的话呢，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刚才是不是掉了？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掉没掉，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哈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赢得了展示的机会。不能犹豫，好看的礼物点了什么，一直点下去。最近向王行太火了，真的吗？向王行不是早就开始弹了吗？但是最近好像很多哈，大家弹的很多，被点的几率也多，好神奇。会有延时看不清。我每次输了，对面主播心里都是五味杂陈。请一个。来，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，我们继续点点曲，但是我不记得前面是不是有欠曲。没有欠曲，好的，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，亮起灯牌来点点歌曲吧。我的普及，我不敢当简易度哥哥，应该不是我的普及吧。应该大家听到这一首，觉得很多地方都有听过，觉得好听，然后所以最近比较红啊这首。找一找好听的曲儿，把我们平时弹的少的拎出来弹一弹。香雪池好听吗？我的歌单里面有这一首。这还可以啊，试试看，小古风的歌曲啊。真好听。哎，香雪池是刘珂矣的，我都没发现啊。那应该不会难听，反正。我们来一首平时弹的比较少的曲子。刘珂矣的，香雪池，迟到的迟。
雪池送给大家，这首真的被我遗忘在歌单里很久了，但是听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歌词突然想起来了，有点印象。香雪池，刘珂矣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也能喜欢。谢谢我们星云哥的雪帽，感谢支持。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把赞再点一点啊，谢谢鹏程万里哥哥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新朋友们的关注，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新朋友们不要忘记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，欢迎哈迪斯，谢谢我们小九哥的梨花筒，第一次听，对，我歌单里还有一些啊，香雪云浆好喝。我们一起点点赞啊家人们，20万赞啊，20万赞不远了，大家一起动动手指。果果说好久没弹了，只用弹就可以了是吧，小叶子可以不带唱的是不是我能不能问一句实话，到底是想听我弹还是想听我说那个 rap 唱那不叫弹唱，那叫弹 rap 是吧，我估计这才是你们的最终目的啊
老是记不清哪个版本。有 rap 的应该是这个，大一点的，因为它前面都完全一样，只有中间那里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是的。好了，伯虎说来了。笑他人看不穿，不见武林豪节目，无花无酒锄作田，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，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卖酒钱，卖酒钱。伯虎说送给大家唐伯虎点秋香，我刚看见好像有看到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他的名字是唐伯虎点蚊香。伯虎得感谢新年。对，美国大妞是谁呀、啊、谢谢我们小叶子，开心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王朝哥，唐伯虎嘛，对呀、啊，风尘万里哥哥，谢谢洛的关注，你去挺熟练啊，还可以吧？立爷，一不小心真成天山童丽了，越喊越老了是吧？叮当月了叮。
人间是什么歌？有没有什么好听的草原风格的歌曲推荐呢？大家，或者是藏族的，或者是草原风格那种，听起来心旷神怡的。不知道大家的人多力量大，大家的歌单曲库很丰富。天边卓玛，今夜草原有雨。这两个字怎么念啊？颜色小哥哥，什么乐哥？素乐。谈过的我们今儿不谈啊，就是想试乐。好的，谢谢。赤乐，好嘞。好，这首是没有接触过的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不许发这个表情。唐维维，前面几首歌曲啊我们都弹过，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新的不会的。还有西洋哥说的爱琴海也没有弹过，其他的我们都弹过，可以试一试哈。唐维维，好的，试试看。赤乐歌，三个字两个字不认识，认识，只是放在一起了，有一点犹豫而已。是这个吧？对。
敕勒歌，挺好听的一首，谢谢严嵩小哥哥的推荐，谢谢，谢谢么么哒，是这个吧？感谢王朝哥，这首歌好听，弹一般，好嘞，很深情的一首歌。号码，刚刚我从来，大家在展示大家的曲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点一点赞可以吗，家人们？谢谢四位为主播点赞的朋友们，我们这个20万赞今天好难冲过去啊！就在前方不远处，大家一起动一动手好吗？好听，好美，谢谢严嵩小哥哥，欢迎广哥，谢谢广哥，太多了，对，草原歌曲好听的非常多。刚刚香哥还推荐了一首叫什么名字，香哥刚推荐一首歌是什么名啊？欢迎小月，下午好呀，欢迎 Conan 哥，谢谢我们若隐若现哥哥点赞，谢谢小九哥的人气票，好喜庆，大红色，谢荣誉库的点赞，爱琴海好听吗？看一看，谢谢星云哥点赞，看一下这首爱琴海，乌兰托雅，好嘞，哎，不是乌兰托雅吗？央金兰泽，好，一会儿提醒我。欢迎子纯，那就是这个谱子上面可能写错了啊，人名。央金泽兰，央金兰泽，央金泽兰，晕了。高冷杀手，这个杀手不太冷。
爱琴海送给大家。这是什么调？这是 D 调，刚才是 G 调。谢谢点赞，感谢 Jack。这个长沙不太冷，不上班你也学弹琴，上班也可以学，抽空学，抽空弹。谢谢我们夕阳哥啊，么么哒，不对，逮鱼儿，上回只听了半截。什么呀？昨天下午弹的什么乐吧，是不是？来，家人们，20万赞啦！加一把油，点一点。你能不能穿插唱歌？我们主要以表演自己的专业为主哈。唱歌的话呢，只有可能发生在晚上主播快要下播的时候，一般是这个规律啊。前段时间晚上你听的，前段时间晚上听到的十面是吗？哦，我昨天下午还弹了十面，没有听到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家人们一起点赞啊！20万赞，十面。听风哥哥，谢谢灯牌。变魔术，大变活人那种是吧？点赞，我们已经有20万赞了。来，正好这一曲啊，十面，我们广哥也想听，我估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想听，那么就把这首十面埋伏送给大家。霸王你只听过一次，那你很幸运了，小叶子，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来着。十面埋伏，请大家欣赏。
指甲出了点汗，稍等我一下啊。但这手就是比较热的话呢，容易出汗，有点滑，这个指甲会飞出去。我们接着往下来弹。
福送给大家。谢谢我广告，感谢广告的阿拉丁神灯。谢谢大家掌声，谢谢娇子，感谢象。谢谢小叶子空能够，谢谢淡然，感谢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们，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边境小城，大家记得点一点关注。哎呀，发型都太乱了。不困了，被埋伏的不困了，对吧？谢谢大家提醒啊。神秘埋伏的历史，楚汉之争，对，衣服都躺垮了是吧，可见这个埋伏的气势有多强，发型也乱了，所以这个有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啊，好红火，对呀，可乐没有做好弹这个舞曲的准备，今天本来没打算弹这一首来着，我们广哥说上次没有听到过完整的，正好也给想听这一曲的家人们一起来演奏一下。嗯，我们接下来弹一点温柔的、温和的，好不好？直播辛苦了，谢谢麦豆，弹一点温和的啊。调整一下，转换一下情绪。谢谢向的点赞，来，大家一起把赞点一点吧。觉得主播刚弹的可以啊，然后也辛苦了的话呢，那么现在换大家来点一点赞，动一动手，好不好？动一动手指，我们下播前25万赞应该可以达到吧？估计也有点困难啊，试一试好不好？我们努把力试试看。十面埋伏是刘邦埋伏项羽，对，霸王卸甲讲的是项羽啊，十面埋伏讲的是刘邦胜利的一方，对，对啊，我们家人们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点一点了啊，榜前的哥哥们可以优先的来点点去。我试一下啊，欢迎云茶，欢迎王朝哥，云贤哥说的这个哦，韩红的版本，好的，我找一下谱。谢边境小城，谢谢春风夏雨，欢迎大家。莫尼山，试一下这首莫尼山。
这首莫尼山送给大家，感谢感谢我们来哥的明珠，谢谢来哥支持，欢迎春醉，谢谢春风夏雨，高冷小姐哪里高冷了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二元，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们，好的去忙吧，谢谢云贤哥，欢迎入团的新朋友啊，哒哒哒，香哥要去忙了，好，很深情的一首歌，对，感觉得出来啊，深情款款。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好吗，休息休息一下，还可以吧，是不是挺喜庆，我找一穿大红色大家就说喜庆，红色嘛，大红色嘛是有点喜庆的感觉是吧，像新娘子，谁说大红色只有新娘子才能穿，这名字改的跟以前差别太大了，春醉哥春醉春气春波也跟春有关，自家人啊，存在什么暴露不暴露的，都是我们家的哥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休息一下。谢谢小叶子。谢谢大家，小叶子你这个夸的不好意思了，虽然小叶子是小姐姐，怎么小姐姐夸起来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，我怎么找一个休息一下的朋友这么难呢，Sapphire moonlight, we didn't
手机里的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谁？原来今天到处都会玩，花心大佬，香格里拉。欢迎入团，欢迎新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把赞点一点，家人们，希望下播之前能有25万赞啊！那可能要辛苦大家，大家一起动动手指才有这种可能啊！见一个好久没见的，去吧。夕阳哥，给你带包好烟。欢迎王朝哥回来，谢谢浪子夜风的灯牌，感谢 PK 君的点赞，我们一起点一点赞。看看下播之前能点上多少赞，好不好？欢迎入团。欢迎江哥，生儿，什么乐器？好熟啊！嗨 ，Hello， 好呀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好久不见，对，有一阵子没见了哈，这样。我来找你玩一局，正好休息。天哪，真的是好一阵子了。对，我也感觉好一阵子。我们家这第一把呀，因为我可能下午前段时间下午都没有播，所以就没有。那就老规矩喽，老规矩。我们老规矩啊，老规矩的踩一局。好。哦，怪不得。对，我最近一直是只有下午才在上。哦，那就是正好错过了。我前段时间过年就一直下午没播过。好嘞，那来吧，闭麦，我闭麦了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好的。二货，对呀、啊，我一看，你别看人家看起来好像人并不多，但是都是连胜这种，啥情况的？一家更比一家狠。对面24岁和你比较配。对面的方龄你是如何知晓的？欢迎大魔王哥哥，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回家。资料上写的呢？哦，这样的，恭喜42个送便宜。下午好呀，谢谢我们春醉哥的口红、化妆品来了，翻倍的这种家人们。我们要需要抓紧时间，谢谢大魔王哥哥的么么哒，谢谢我们王朝哥，13位团成员，我们能不能凑一凑呢？看看大家的凝聚力了，一人一颗小星星啊！咱直播间的人数不多，谢谢王朝哥的雪豹，我们试着凑一下这个团人数啊，可能有一点麻烦。谢谢小九哥的小星星，谢谢春醉哥，5位团成员，我们家再来5个人呀，5个人凑一凑人数啊，有了加成翻倍才好那个，是不是有一点难了？凑不上了。谢谢大家众筹啊，我们尽力了。谢谢春水哥，球带走。这是些啥？各种物资，吃喝穿用，没凑够都得差几个人。
谢谢江岸哥，感谢我们江岸哥的宝莲灯。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小九哥的冲亚冠军，感谢无畏哥，谢谢春醉哥，谢谢小九哥。一分多钟的时间，没有加成的话呢，就只能硬刚啊，我们硬刚。感谢我们小叶子，帮帮帮。谢谢小九哥的大啤酒冠名，欢迎来哥回来，谢谢我们小叶子，欢迎人生百味。四十几秒钟啊家人们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对面六连胜应该不是轻易拿到的哈，小心偷塔，最近总是被偷塔。最后二十几秒钟，我们守一守，看看对面啥情况。哇，对面等级高的有几位呢？有好几位呢。谢谢来哥，谢谢我们来哥，哇！对不起啊，错了。谢谢我来哥的火箭，我怎么感觉好像第一次看见你送火箭，来哥是不是这样？不是来哥一贯的风格，来哥喜欢送一些那种漂亮的礼物哈，好像很少会送火箭。谢谢我们来哥的大火箭，感谢我们春醉哥，谢谢小九哥，感谢无畏哥，谢谢江岸哥，谢谢我们大魔王哥哥，感谢我们王朝哥、青翼哥、小叶子，谢谢我们云贤哥，感谢家人们的众筹啊，大家伙，对，感谢我们逍遥哥，谢谢我们逍遥哥，谢谢三三，谢谢我们。吓我一跳，我们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开麦。大家，哎呀，天哪！嗨，我们家第一把，我们都懵了，我的妈呀！这也太……主要是大家被你的六连胜给吓着了，被我的六连胜吓到了吗？对，因为你这边显示一个六连胜，然后这边想着，那肯定会有点凶。结果没有想到你们这个没有发力哈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主要是那个什么哥哥们的那个网络还没连接上。对，第一局嘛，你们还在热身当中啊，我们理解的。感谢大家的红包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家好几位大哥哥，我们是知道的。好，那你来一首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今天电脑不能上了，我看一下。好的好的，不着急啊。我能来一个啥呢？你方便的都可以，我们就不点了。对，来个。主要是我电脑今天不能上网，我的天哪！哦，那你我跟他们吹都是挑着缓有缓存的音乐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有什么你方便的都可以，我们不点了就啊，不用来了。经常被偷啊，对呀、啊，就经常被偷怕了，结果好好打的来一个白马，好嘞，没问题，我们喜欢，来一个白马，辛苦您啊！我从来没有在 PK 的时候吹过啊，这是第一次来 PK 的时候吹。
对，白马，白马。好，好你们玩的开心哦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那我走了，辛苦了。好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玩。还有两下吗？好，拜拜。对，哎。对，刚刚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卡，你们看也是卡是不是？谢谢大家的众筹，感谢我们来哥今天的大火箭，终于没有输了。你也走了，好，我们准备要下播，来哥邀请你点一曲，点一个下播曲好不好？谢谢大火箭保护啊。终于不用接地气儿了，就是纯情膏药的，这是日本歌吗？韩国歌，日本歌，是不是？搜一下谱子看看啊，纯情。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吗？为啥我找不着呢？没有谱子，来哥哥，你有谱子吗？韩国的没有谱子哎，你们有谱子吗？我在网上找不到谱子，如果有谱子可以发给我。没得，我问度娘，度娘并不知道。没有，对，换一首好不好？换一首有谱的。靠谱的，谢谢点赞啦，家人们，我们继续加把油，22万多赞，要点上25万赞，是不是有点困难了？姻缘，姻缘是不是来个点过啊？王的男人主题曲是吧？哎，同名的还不少。好像有个中文版本的，看一下是不是，听一下旋律是不是一样的，好吗？小叶子，听下然后马上告诉我哈。看这个对不对？是这个旋律吗？洪真英的《活着》倒是弹过几次啊，点过，对，我有印象这个名字，但是旋律确实记不清了。每天的弹的曲子太多了，是这个。好嘞，那我们从头来一遍啊。姻缘，
缘啊，送给来哥还有小叶子还有大家。看这个对不对？张瑶演唱这个是一个中文翻唱过来的版本，李心姬原唱，韩文版是吧？对，就是韩文版的话，可能我看谱子就不是很方便，因为我要看跟歌词相对的话，我知道弹到哪里了。韩文的话，因为看不懂，不知道自己弹到哪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，记得点一点关注啊！谢谢家人们送出的礼物，感谢我们点赞的朋友们。我们今天25万赞，不知道还有望没有？送给来哥，别送给你，送给大家，一起欣赏。喜欢这一曲的朋友们，一起欣赏，我们一起点最后一波赞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后来，来哥再点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曲子，好不好？刚那曲算送给小叶子的，点一首你自己喜欢的，我们下播了，最后一首，最后一首下播之前，我们能不能点上25万啊？现在已经差不多24万赞了，1万赞，一首歌。能不能搞定？看看，我们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试一下，好吧，好。我们准备下播了，最后一曲留给我们榜一的来哥点一点。对，最后一波赞，完美收官，好不好？又下了，对，5点半了，5点半的样子下播，我们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。谢谢荣耀哥点赞，机票晚上给你啊。也可以，都可以，谢谢小梦花。我们来哥有没有想点的？没有想点的，我们自己来弹一首，自己来弹一首送给大家的，好吗？记得之前你们说，是不是说《游山恋》好听来着？我记得来哥也点过。大家来，那就把这首《游山恋》送给大家，也送给来哥，送给所有的朋友。《游山恋》最后一曲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点弹完这曲点上25万赞啊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
游山恋送给大家。这首我记得那时候是来一个点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弹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五位哥，感谢我们王朝哥，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们，谢谢彩彩点赞，下午好，这是来接我下播的呀，欢迎家人们回家，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关注，主播要下播啦，谢谢我们点赞的朋友们，25万赞，辛苦大家了，我们晚上再继续猫妖传啊，我还没注意过，好母哎，谢谢我们柴柴，我们晚上再继续回到直播间跟大家弹曲，晚上见家人们，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，大红色儿，谢谢大家，晚上见。